拉倒，拉倒不要，送给你们还不要。拉倒拉倒拉倒，不给不送了。直播间一人一件啊，那慢慢抽呗，总能给你们抽到的。又开错了，这样开的。看到了，怎么亮？你信不信？这边可能会有，冰箱是很远很远的。来找画面了啊，滚雪团。不对呀、啊，这咋还让我过隧道呢？不对。我告诉你怎么开。啊，你刚不是进隧道。是隧道旁边的路，对啊，边上一条小路，我告诉你们开好了，好吧？好。他在那个江边的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你这个江山的。把那个找画面的费用找一下，好吧？左边呗。是左边吗？右边。边上，最边上小路。边上小路，看到没有？收退网公爵。直播间没有退网公爵。直播间没有推广公爵啊，转这边吧，把我往最底下开。转这边。他们是红灯呀，我们是绿灯呀。对呀、啊，他们是红灯。本来是停的让你开的，你要让他们礼貌啊，红灯啊，别人是然后呢直接往转弯，往转下去。我想一想啊，那个酒店好像在这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哦，对对对，就这边，左转弯。那是不是悍马？那是猛禽啊！对了，猛禽，猛禽这个车不能上高架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有限制是吧？好像悍马估计也上不去，好像。悍马可以，悍马我见过呀。你高架上面看到开吗？哦，好像很少这种大车啊，高架上面很少的。那可能限时吧。来啊，等一下，往前，就继续往前，前面那个红绿灯。左转。开过头了，好像。哦，对，前面，对，就前面，前面红绿灯左转，知道了。今夜不回家吗？啊、嗯，哇，粉红色的保时捷，前面红绿灯左转。这个。对的。左转。到了。
等我到了吗？这里面进去，对，这里面进去。哎，它这里有个台阶高出来的，我操！走走走，对，就这里面进去，停在那个正门口那个白色的边上，停一下，反正人在边上没事的。那你来停吧，我下车。好吧，那个哪个位置吧，你就停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吧，好吧。嗯。啊！什么叫又是我呀？你停，要么停这个位置吧。什么？咋了？他人在这里了，接个人，他人在的。啊。我叫那个妹子下来啊。我到楼下了。我到楼下了，你下来接下我呗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该说不说，这个技术稍微差了一点啊。啊，对啊，我他妈开这个车出来怎么坐啊？哎呀，我他妈忘记了。开个车出来怎么做呢？我打车啊，妈，我打车可还行。他来了啊。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妹子啊，给你们看一眼，她照片是这样的，但我不知道本人到底怎么样啊。照片是这样的，但我不知道本人怎么样啊。那个，照片是这样的。我不能开车，就拉法这个车是怎么看都好看，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怎么看都很酷。妹子不会开车，我已经问过了。兄弟们，身上这件同款衣服给大家抽两件，好吧？抽两件啊，兄弟们，来抽两件同款衣服，兄弟们啊，好吧？刘胜，来501-0135，兄弟们啊！我下次改颜色就把这件蓝的改成白的。我在楼下，你下来了吗？
改个标题啊，拉法里卡小姐姐。是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好像不是。你穿了什么衣服啊？喂，哦，点击，悬浮球。等一会儿，我搞个东西。好高啊，多高啊！但这个裙子怎么那么长啊？啊，感觉穿连布一样。干啥？啊，我还有助理，我开不了车。哎呀，好的。你走前面吧。好吧，你走前面。啊？干啥？你走前面啊？这边吧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啊。什么衣服这么……哎呀，你的衣服后面裂开了呀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的后那个是拉链没有拉好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件黑色的？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该说不说。哦哦哦。哎呦，该说。屁股哪里大了？你他妈的，真的裂开了后面一个洞。挡一下，对了，挡一下，就那个地方挡起来。屁股太大了，蛮可爱些。你这衣服显得你，哎呦，显得胖了。哎呦，你是真的是牛逼！我让他们先上去吧。让他们先上。哦，知道了。你把衣服往上面提一下。啊，好了。多高啊？尴尬。尴尬什么？1.6，破个洞啊。你换件衣服不就好了吗？好像。嗯。我换裤子吧。你不用换裤子啊。你不用换裤子。啊？想看我干啥？就是我给你选一套吧，你应该有别的衣服吧？那我就穿那套绿色的。绿色的。你选的，他们说想看看你，等会给你们看。这边。多高啊你？1.65。1.65吗？不算这个鞋。我看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牙膏啊？哦、怎么还带牙？我妈放的。你妈妈放的？对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呢？你他妈还有这个东西吗？你不是说你这个有点逼耶？哪个？帮我穿穿。我看看还有别的吗？别的东西。你为什么带这个东西啊？啊？为什么？勾引你。你滚！看看你的行李箱，蛇皮袋一样的，好大的行李箱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！不要这套，这套衣服肯定又不好看。你怎么觉得不好？你这个衣服你看都拖到地上了，真的。哇，这个洞真的有很大的一个洞，你知道吗？啊 ，T 恤白色。哦，穿白色的。啊，对，粉色的吧。粉色的。嗯。
你不要照到我。哦，不照到你。哈哈哈！你这个影子，人家都没拍出来。你不来厕所偷拍我吧？谁要来偷拍你啊？真的是，为什么你这个床这么乱啊？哎，你能不能撤换衣服？能不能关门啊？这里明明可以关门，你为什么不关呢？啊，你是一点都没有帮我当外人吗？看起来，啊，你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帮我当外人。我操，他竟然带了这个玩意儿！我操！啊？牛仔裤啊，对呀，蓬松的，真的是个猪。哎，你是不是感觉你少了一件东西啊？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那你说的呀。你确定你没少东西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叫我把你拿进来。哎，真的少了。真的还蛮搞笑的嘛，他这个，他真的还挺可爱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据我判断，他有个 A B C D E F G， 他有个 G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他有个 G， 真的有 G， 真的。感谢彪子哥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大哥。真的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等一会儿要抽苹果手机哦，等一会儿要抽 P40 手机的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抽吧，好吧，现在人七四五千多贵宾席，我们现在抽，好吧，在的兄弟先扣个一，抽一个 P40 手机，好吧，我们抽一台，现在抽，因为现在他在换衣服嘛，现在抽，好吧，我们抽一台，现在抽，来，现在抽啊，我们只要很简单，兄弟们啊。搜索公众号，西游网，西游网，西游网游戏，西游网什么？哎，我给忘记了，公众号叫什么来着的？哎，我想一下，我看到我的公众号里面关注了有什么？哦，西游网。西游网游戏中心，好吧，西游网游戏中心啊，然后发送弹幕叫小酷哥，发一遍，每天都发一遍啊，然后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它有个九州仙剑传，好吧，一定要发送小酷哥，要关注啊，关注这公众号，然后点进去之后它会告诉你你是在哪个区，你注册好啊，你看我是九州611服，好吧，好吧兄弟们，然后点进去之后它会跳出来，然后你把你的，你看啊，很简单，兄弟们啊，不需要下载。你看，我是 S611 酷酷啊，比如说你叫什么，你就发送什么样的弹幕就行了，好吧？很简单，好吧？我叫 S611 酷酷啊，你们叫什么就发送弹幕抽奖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们五分钟之后开始抽。啊，你穿这个运动裤啊？对呀、啊。你这样感觉好像人都变了一个了，真的呀、啊。他们他好看的呀，他长得不难看的，他就是稍微的。
那长得好看的呀。还肉肉的感觉你知道吗，就是这种很肉的感觉。我操，妈的，你是真的肉啊？肉是真的肉。肉，你不是说肉吗？啊，对啊，肉是真的挺肉的呀。你不要动，让我看一下你。哎，你的好大呀。我们要出门吗？不要出门，好热啊。啊？什么？我说不出门，干嘛？帮我看一下空调，我不会开，我被热了好久。不会开空调啊？嗯。16度了呀。怎么一点都不冷？你这个衣服穿起来感觉也不是很好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感觉显示不出来那种。哎，你最好看的是哪件衣服啊？哪件？16度还热啊？热啊！胖的人。是不是感觉这件衣服也很一般，兄弟们？啊，你看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那什么？那样那件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这样，哼，开、啊、说不说的。干嘛？你只带了这么一个鞋子吗？对啊，脚痛不会穿高跟鞋，你让我穿什么鞋？嗯，你多大呀？什么多大？不是，我说年纪多大？23。23岁？对。23岁是九几年啊？98呀。98年吗？对。98年属什么呢？属老虎啊。属老虎吗？对。你23岁吗？嗯。你是广东的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真的，你是不是平时会健身啊什么的？我会，能吃、啊。怎么没有音乐的？我又没有音响，为什么会有音乐呢？放点音乐好不好？我没有音乐啊。放。啊、你放吧。哎、啊、呀，这真的是，好有弹性啊，看你。啊，没做吗？他胖是不胖的，他是就是骨架有点大，他胖真的是不胖的，你看他的手臂你就知道他不胖的呀，他就是，你看他的手哪里胖了吗？干什么？这件衣服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？这衣服就是感觉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太休闲了。啊，太休闲了吗？那么你换套不是很休闲的，还有吗？没了吗？哦、还有就什么？这里的哦。你再说一遍，再给我一个动作。哦，是这样 V 的。对。V 的衣服你会走会漏钩吗？可以让它不漏，因为我有一个袋子可以遮住。怎么样？就那条绿色的呀。就那条绿色的是吧？绿色穿起来好看吗？嗯，你没看过吗？我没看过啊，你什么时候穿给我看过？我只看过照片啊。嗯，我没看过你穿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我试试看吧。也行，还有别的衣服吗？除了那件绿色的，还有别的衣服吗？啊？什么？嗯、什么？很热啊，换衣服，换装器。他不是阿珍呀！我操。啊，这哪有他那么好看？他本人还不错的，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类型适合那种肌肉男，很壮的肌肉男。我感觉我吃不消他呀！哇，很强啊，这妹子。这么就很强啊，我操我估计你们小朋友估计欣赏不来这样的类型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啊？真的吗？不然我就刚刚就进来了。屌老板不适合，我比屌老板适合一点。弟弟你觉得怎么样？弟弟你觉得怎么样？弟弟我跟你讲这种还真的不错，我跟你说你知道吧，
阿爸喜欢，其实我也还可以。啊？不是好了吗？哇，这衣服穿起来好看多了呀！我靠，你别动别动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拉链。哦哦，会散架是吧？走开。啊？走开。哦，我看一下。这个衣服好看。我帮你拉吗？走开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拉过了，我拉过了。拉哪里啊？这衣服感觉胸也不是。等一下。啊。这件很紧啊。很紧啊！我现在要把这个遮住，等一下你就被……没事，这个衣服不会被封的，没事的。你现在 OK 的，你上面我看一下，你是不是后面没拉拉链？没有，后面没拉链，我就手这里有拉链。嗯，等一下，咋了？没有。我之前播抖音的时候。被人喷死了。为什么？那时候我闻了个贱名嘛，人家说有点像张馨予嘛，我现在你像什么？张馨予，他就骂我高皇上张馨予。那时候我上热门了嘛。哦，你以前还做过主播呀？像什么张馨予啊？没有，之前那个眉毛。哦，你是有那么一点点像。收拾好，我再来。他不知道哪里的，反正是广州的，好像是。我帮你搞吗？这个袋子还不要搞了吧？我觉得袋子是多此一举的。为什么？嗯，我觉得挺多此一举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别动。我不觉得。你播过豆，你播过直播，不上镜哎。你还不上镜吗？对呀。人家被你直播间的人喷死了。好 low 呀！啊？人家被你直播间的人喷死了。没有人喷你。有。没有。你助理不上来。啊，我助理不上来，你想让我助理一起上来吗？不想。啊？不想。我什么叫做我助理不上来是什么意思？你站好，你不要动，你坐在这里，不要动。你什么叫做我助理不上来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你自己来的呀。啊，我还有助理在下面啊。哦、啊，你要去看看他吗？不要。你有吗？什么叫我有？没有啊？啊？没有。喷子来了，喷子。三人行，没有人喷你的，走，我们下去吧。我是去哪里？楼上啊。一楼啊。嗯，一楼。我手机。我觉得他好笨啊。这小姐姐应该很好骗吧？我去忽悠一下她。不要带节奏，兄弟们啊，要有速，走啊，走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什么？卡找不到了？就在楼下是吗？啊，就在楼下。这个是干嘛的呀？为什么是湿的呀？擦头发呀。不小心放那里。你是自己带来的毛巾吗？我妈，都是我妈。啊，这是你妈带来的啊。哦，走吧。年轻人会带这种东西出来吗？走。等一下。怎么了呀？我后面的鞋没穿上，我要拍到鞋了。我的脚好痛，穿这个鞋起了好多泡泡。哦。憋胃气了。
深圳肥仔哦，有没有看过？肥仔吃深圳啊？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们看过吗？啊？你这个名字一听就肯定长得不好看。我觉得挺帅的呀。啊？我觉得挺帅的呀。就是因为听到他一个肥仔声，他胖胖的。肥仔一听就是很胖的那种啊。肥仔就没有帅的。感谢武之田拉法的一本魔法书，谢谢。你最近学车晒得好黑呀。你在学车啊？考那个科目二的时候才刚考，晒得黑黑的。你平时喝酒吗？很少。很少喝。不过我有跟我妈喝，我妈她喜欢。好。那个我走，我们去那个。边上有个咖啡店，我们可以坐一下。车子呢？在车里啊。我拿一下我的线啊。不是我拿线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充个电。走吧，走，你就边上附近，我们走过去就行。走啊。我们是要走过去还是开车过去吗？要开车。就走过去是吧？是走到哪里去？就那边上。远吗？不远，走路5分钟吧，很近，一个红绿灯。脚痛哦，你有没有驾驶证？算了算了，我能、哦、不不，你别掉下来。我能背，我要不我背你吧？不用啊，不用，我背你吧。不用。为什么？不是我背你吗？哦，对了，要抽奖了，兄弟啊，抽那个 P40 手机，好吧？抽奖了，抽奖了，来 P40。叫。区域号加角色名 OK 区域号加角色名啊，